老师将会示范点样使用灭火筒来灭火，当中主要有四个步骤，称为 PASS PASS 技巧。细心观看 Pull 拉开安全针， Aim 瞄准火头，即是火的最底部分， Squeeze 按压手掣，Sweep 向左右摆动，直至火完全熄灭为止。